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记得听我哋嘅《走天下》。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又嚟到礼拜三搏击会，咁今日咧，暂时系净系得我喺度，因为点解咧？阿 Johnny 又赶紧过嚟，咁因为原先我琴日咧喺 Facebook 就 post 咗幅图啦，即系暗示咧花生价咧就有机会咧系大上大落嘅，咁我就觉得佢会大上，咁于是我今日请咗位炒家不炒花生嘅达人嚟，咁我好朋友马草嚟。喂，多谢晒 Raymond， 我点炒花生法啦？我都好耐冇炒嘢啦。咁我谂起呢啲嘢，我第一个谂，即系谂起你啊嘛，系嘛？如果我要搵个人叫做师傅，我都系叫你做师傅嘅啫。花生呢家嘢点可以唔与你一齐炒啊，马生？真啦，过奖过奖，客气客气。嗱，喂，即系喺香港唔见你好耐，吓好忙啦，公司两忙啦，呢排搞紧咩？都多四围去嘅。咁啊，其实呢两年都系啦，一三一四年我谂都系系啊，除咗香港之外，都时间多数譬如台湾啊、大陆啊、甚至乎亚洲其他地方啦，新加坡啊、杜拜啊，咁啱啱仲去过 Turkey， 咁我都几中意啊，嗰度啲嘢食啊、酒啊。喂，我其实头先听你啲 jingle 咧，呢个行走天下，可能我都啱，我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啲去到边食到边饮到边嗰啲。系啊，如果你啊，系啦，真系啊，如我一集行走天下好，因为我都譬如去到 Turkey 咁都几特别，冇谂过原来譬如啲鸡肉几好食嘅，好嫩啊，好 juicy 啊，同埋佢就算用嗰佢用塔煎啊嘛，系咯，同埋佢传统嗰啲烤法咧。縱使就感覺表面好乾，但係裏面依然係好 tender 嘅。我覺得 Turkey 呢樣嘢好 impress 我。咁當然亦都再加埋佢其他，譬如無論係酒啊定係咖啡嘅嗰個享受嘅要求啊，都幾高。咁所以喂，行走天下如我好過啦。我好 surprise， 我竟然嚟到搏擊會，我一就冇炒花生好耐，二就係冇打拳好耐。我见依家城市论坛好凶狠㗎喎，我真係我驚依家去到城市论坛我两嘢俾阿伯 KO 㗎喎。你衰衰地大佬，喂，即係城市论坛曾几何时係一个咁沉寂嘅节目，完全就冇火花可言嘅。日因为你一个马草嚟係咪搞到全世界所有政党都要搵啲小头目去抱个头。咁你有你贡献几咁大先，即係炒起咗一个节目嘅收视。你要知道而家礼拜日呢，即係虽然我哋呢啲老呢係瞓到咁上下起身就见到呢咁嘅节目。即你系唔抵得一定要开个电视睇一睇嘅，都要忍唔住系嘛，都要望一望。最惨嗰次就系话我一睇见到都够达啊嘛。哦，嗰集，真系兴到啊条气。嗱，啱啱长毛俾人打完啦，系咪？系，几时到你啊？你又几时赶头啊？唔好啦，我都话真系后浪推前浪。你唔怕我？我有件人民力量嘅黄衫借你着下喎。咁咪仲危险。咁你支持者多啊嘛，马生，即系反而着住就好似顶住啦，系嘛啊，冇人认得你噶，着住就太好了，你有呢个黄色啊，袈裟护体啊嘛，太多黄色，我唔知边只黄，依家太多黄色，好混乱，我觉得。咁就系啲菠萝鸡又系黄色，芒果又系黄色，系嘛，全部生果都黄色，我真系我都分唔清边啲黄系打边只黄啊，同埋外面街外人更加啦，即系其实好多时真系依家无端端有啲人走埋嚟，或者依然系即系大家倾偈。交流嗰时都仲依然第一，即系分唔开啲社民链啊、人民力量啊、芒果菠萝呢啲啊，咁样样即系全部佢系炒埋一碟，当系同一碟送噶，即系当系同一碟噶就冇分别噶，唔会话识得分噶。所以佢哋阿主席要第一时间同个芒果佬割席咯。佢驚嗰隻玻璃杯，佢人哋覺得人民力量都有份掟啊嘛，佢第一時間要同人割隻先。即係個咩酒杯敲文文嗰啲啊，人哋唔小心跣出去嘅，哦，你又唔好夾硬屈人哋專登掟。嗱，呢個真係冇屈嘅成分喎，我就最公道，我真係睇片嘅，我唔當日我冇睇直播或者唔係話真係正常都睇唔到嘅，係咯，都見唔到話當其時發生咩事，但我真係睇翻啲新聞啊或者啲 YouTube cap 即係 cap 翻啲 video 出嚟，我唔覺得係唔小心啊嘛，即係如果以正常人嘅即係角度啦，我真係冇 bias 啊，亦都真係純粹係望下條片咁，即係我覺得。
點樣都講唔過去係嘛？即係唔小心就唔會咯。即係我覺得最多係佢冇預謀去做呢樣嘢，可能嗰時情急，即係話我乜嘢拿上手都掟，但係掟嗰下個動作本身唔係唔小心咯。啊，即係尤其是嗰個係黃毓民添。系嘛？即系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冇针对，嗱，即系纯粹睇片，纯粹睇个动作。我成日都话唔系讲个人嘅，即系真系讲个行为同埋佢即系个效果咯，或者做咗啲嘢出嚟，究竟出现啲咩嘅现象咁？咁我谂呢样嘢就最公道啦。或者我会调翻转头嚟讲，就系话你打我一次，问我一次，如果下次同样情况，佢会唔会飞只杯出去咧？我觉得佢唔会。佢震晒添，我覺得係佢之後個訪問喺度彈下彈下咁嘅，即係喺度彈彈 B 咁樣樣喺度跳下跳下咁樣樣。江澤民上身嗰種，我要 too simple 嗰啲嚟嘅 ，sometimes naive 咁樣度鬧記者嗰批嚟嘅，完全係嗰種即係現象咯，係肢體動作同埋佢個反應啊，佢其實都鬧記者㗎。佢嗰個訪問都係鬧記者嘅，即係都係無啦啦話人哋，即係話你哋啲狗即係狗奴才咁，即係整定你哋係奴才命啦咁樣。咁其實啲記者都 O 曬嘴喎，明明都係搏咪講翻件事，咁你又話我哋狗奴才咁，我真係即係我諗我都好戥啲依家就尤其是走政治新聞嘅即係同行或者記者，即係簡單講一句就係話，即係佢出嚟嘅表現就係熬底啦兩個字啦，佢就熬底熬到個人即係震曬，我諗裏邊好虛怯或者即係好緊張。咁然之后即系自己都唔知道想讲乜咁。嗯，基本上头先嗰啲新闻啊，马生嘅分析咧，我可以大胆讲一句，即系佢同香港嘅政治系从来未切割过。我冇切割，我只不过即系做咗旁观者啫，即系我唔好话旁观者啦，即系用另一个身份同埋角度去睇或者去参与添。我都其实，譬如啱啱622我都有投票啊，都特登赶翻嚟香港投咗一票啊。咁，哇、哦！你投实体票？投实诶，唔、系，我都系去到机场发现赶唔到去实体票站，于、哦、是乎就都系即刻上网投咗佢。吓、啊，哇、啊！咁、啊、真系好有心、啊啊，都仲关心，咁唔会话完全即系吓，即系、啊、好似依家冇咁积极，或者唔系话一换咗个角度，或者一换咗位置就即刻完全对呢件事系好似局外人咁啊，都唔会啦。咁但系就即系可能只不过参与程度即系唔同咯。